一陣再俾你食咧，好唔好？我哋食乜乜乜啊！好啊好啊好啊！嚟嚟嚟嚟嚟！哎呀哎呦！試下呢樣啊！哎，嚟嚟嚟嚟嚟！咦！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哇！好食啊！好味道啊！吃盐来了。今天妈妈刚刚用筷子吃的，好吧？不好用钓竿，今早刚过来了哟，开始用筷子。我这样也舀不起来饭。这样子的筷子，你喝。我喝。肯定不行。你快不要紧啊。我怎么又舀不起来？嗯，哥哥可以啊。怎么办？阿拉再试试看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阿拉是中国人，中国人就要用筷子，晓得吧？晓得了吧？哎。是不是夹起来啦？开心吗？夹起来。好，侬吃吧。是不是用筷子手机上蛮简单啊？嗯，吃到了吧？好，欢迎大家吧，阿大先生，好。大家好，好，大家万事如意。三姐妹回来把我吓死了。你会回来多住些点吧啊。嗯行。See you guys tonight. Bye bye. Pa, Ma, 过年了，我给你们拜年了。要穿衣服吗？我是新年快乐。哎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其他好。哎呀，走走，我这是啊，我的猪蹄饭。哎呀呀，这是真正的猪蹄的。哎呀，我是晓得猪蹄，跟你说，多个人多双筷子，走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婆啊，你客气啥子嘛？多双筷子噻。哎呀，今天过年，我们高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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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兴。哎呀，我下去了，走。好了，今天东西特别多。好，傻瓜，再过两个月啊，我就当爸爸了。五谷丰登，长命百岁。好。